以为是不是当不当讲，还是不说了吧。你说，别讲了吧，讲讲你的那个。嘴唇的颜色今天不太好看，这个红不太适合。你要要么搞艳红的，这个红不太好看，有点显。宝宝这边，还可以啊，这个红好看。你这个人吧，你看我不知道我当不当讲吗？